没有开启高维智慧的人会什么情况？很简单，我们的现代教育在干嘛？传授知识。但是我们现在发现知识的获得的方式，我们已经无法超越机器人了。 Machine Learning 比人快多了，我们把所有的知识全部整到云端了，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把云端所有信息全部抓到，而且我们这个知识的这个信息的这个累积速度，数据累积速度之快是难以想象的。我们现在当下的所有的人类的信息数据 90% 发生在过去两年，它还以更快的速度在膨胀，你跟不上的，你抓知识跟不上。所以未来没有开启高维智慧的人将成为机器人的宠物和奴隶。这句话说的比较客气，因为宠物还招人喜欢，奴隶还有用。未来很多人既不招人喜欢又没用，直接变成。所以开启高维智慧是未来人类的唯一出路。